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老师您好，我是练习时长9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孙天宇。哎呦，这里是 Triple S T Y 孙天宇 ，A.K.A 新疆舞台的僧侣。Ching I'm a get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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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ng I'm a neck。听我的。咱们直接实际演练，好吧？我呢来顾客，你来扶我一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老师。你不用老鞠躬。我呢是老板，我也不是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老板老师。是这样的，鞠躬和叫老师是我们的职业素养。啊，也行，按你的来啊，你有活就整开。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我就是有准备的人。接下来的舞台，请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。全民制作人们，和我一起面试吧。今天您的用餐由我来陪伴。我还没吃我就要哕了，这是欢迎光临是那么说的吗？那是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你这啥呀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我没做好，我这就下去练这个 balance。 我欢迎光临。哎呀，我最近减肥，我吃点什么青菜呢？青菜的话，您是想吃脆脆的花椰菜，甜甜的奶白菜，还是我这颗人见人爱的天菜呢？我看你是颗大油菜，怎么那么油腻呢？放。你家有什么鱼推荐吗？鱼的话，这鱼都不错，但是那个鱼不太行。那鱼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那鱼完了。就那鱼有你这儿能不完吗？实在对不起。你最后来个回锅肉。回锅肉 ，YYDS。行了啊，咱这卖饭不卖惨啊！对不起，你再给我来个什么粉丝呢？粉丝的话，我们这里有路人粉、真爱粉、亲妈粉、女友粉、路转粉、黑转粉、CP 粉、伪粉，还有私生粉。啥？不对，私生粉不配做粉丝。我说的是蒜蓉粉丝，我要点那个后厨有去拿。不好意思，回来。那个鱼多和加点姜去腥啊。没问题，老板老师，我给您多加老姜。怎么老姜呢？因为姜还是老的。啊啊、放这儿啊。OK OK。你把桌子帮我擦。擦桌子。啊。擦 ，I like you。那那那那那那那，那那那那那那那，那那那那那那那，那那那那那那。你一共擦了3下，打了我6下，有必要这么喘吗？有必要。如果不这么喘的话，会被队友说我划水。啊！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这样的客户投诉了，我还得给人道歉。道歉好办，我最擅长道歉了。最近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占用了公共资源，对不起。接下来我一定会谨言慎行，请大家原谅我的年轻气盛。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。快30了。